多挺后劲的，没样儿，后头没孩子。老婆刚下班，今天吃什么？好久没吃羊腿了，今天吃个羊腿的。烤羊腿啊？啊，拿买。走吧。手机，这小厨子挺老实的。4斤半的羊腿啊，上来了啊！瞅着颜色还可以啊，来尝尝，我先尝尝行不行？是我吃是你吃啊？不知道。那个楼也不是没有通风的。哎呀，味道可以啊。但是必须得给老婆干一会儿。看点面，我先尝尝。哎，尝尝啥味儿？没。它这有蘸料。哎，我喝凉的。我感觉这个东西一拿着，可能人都看着，有点太不斯文了，是不是？自己干，自己干。拿掉皮儿，真脆。它这烤的真不错啊！这一个羊腿，4斤到4斤半左右吧。88元。这老板怎么能赚钱呢？嗯，来，转转，我这里先吃一。站起来，辣椒面。我的冰箱还透红的。哎呀，他这烤的挺好，味道拿捏啊。羊腿肯定是冻的，不可能是鲜的。但是呢，一点冻味都没有。咱老婆又给我发微信了。哎呀，那么让我吃了，快点的。确实不错啊，来。这嘎子还跟不上我吃呢。来来来，这是真吃。好，做有点慢。慢也没招啊。我口急了。对呀。吃羊腿就得豪放一点，它这个外面烤的挺酥是吧？对呀。啊？老酥了。一点都不腥啊。你差不多得了，给我留点，别都吃了。来点四碗的吧，别手啃了。我看半年演唱会时候是给隔离那宾馆看的，第二年，第一年的时候。好嘞，我来讲。咱第一年，咱大一下学期不没开学吗？大一上学期，我口点快点，有点供不上我吃。咱31号放假。不是，大一上学期呢，31号放假，我没买着票，1号我走的，我就跟几个人，那时候不就说咱学校得开什么大礼堂，给咱学校举办什么晚会吗？完也没有，我拉倒吧，你班上没节目吗？我大一啥也没有。阿姨也没有节目啊，这是最好吃的，阿姨大的是节目啊，那时候我说让进去，我一个人先上三人。哎呀！哎呀！后来有师傅带进去了，不让你难题就一个，一个难题。鸡饭了，回头做饭了，自己吃了。好了，朋友们啊，这个视频到这儿了啊。一只羊腿88，您就看值不值？值的话，在我那个评论区给我扣个1啊！88大羊腿，俩人没吃了。